Hi, I'm Cook County Treasurer Maria Pappas. Go to cookcountytreasurer.com because you may have money coming back, either on missing exemptions or refunds going back 20 years. This short video will help to explain everything. 欢迎到来 Cook County 财务主管 Maria Pappas 嘅办公室。作为 Cook County 纳税人，你可以查看你是否有资格从20年前的$8,500,000中得到退款，以及可以追讨翻四年前的$3,700,000可能失去的豁免款。如果你想知道你是否有资格申请到退款，又或者想知道你是否有资格得到豁免，请到访我哋网站 cookcountytreasurer.com。请点击紫色的方格到访你的房产税的资料，通过输入你的房产地址来搜索你的房屋地产税，不要输入东南西或者北。当你看到你的财务系列出示的时候，你请点看查看你的房产税的信息。在这里你可以进入你的房产地税的平均估价，亦可以提供到你的房产税的信息和详细的分析，包括付款和豁免等等。你可以向下启动或者使用阻拦的航道来快速访问到关键的信息。你的房屋是否有多退款项目？如果追到20年前的退款，请点击立刻申请，以及提及交到电子退款申请，批准退款将会在4至6周内寄给申请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多年来你有没有收到税的豁免，如果有的话会有是，如果没有的话会有否。如果之前错过的豁免，又或者有错误的证书文字，在网上你都可以会看到指示。房主豁免，大多数房主如果占有这个居屋主位居住地，就有资格申请这个豁免。老年居民豁免，如果老年房主有关年度在1月1日时满65岁或者以上，就用这间房屋当为是主要的居住地，就有资格申请这个豁免。老年人冻结豁免，老年房主如果符合老年公民豁免的要求，并且如果家庭总收入是$65,000或者以下，就有资格得到这个豁免。这个豁免是可以冻结每一年间房地产的评估价值，不好每一年都会升值。对于每一项退伍人、退伍军人、残疾或者残疾退伍军人的豁免，请到访 cookcountytreasurer.com， 通过点击去申请豁免，那里会有详细的解释。如果你符合豁免的资格，请点击申请缺失豁免去连接。想了解多些全面的信息，请每周一11:30收听 WVON 1690 AM， 并直播过程中可以打热线，请在周四早上9至4点到访圣 Sabina 天主教教堂。又或者如果你是残疾人士，需要进一步的帮助，请到访 cookcountytreasurer.com， 点击联络我们，用电子邮件方式而连接，我们会复你